水会凋零，碰到水会凋零，水底下有加分祭坛，所以分数要高一点。哇，用命去换分数哎、欸！对啊，是用命换分数。水底下是加分祭坛，那东洋岛好狂哦！我靠，狂哎、欸！偷看了一下，不行，观众也还没看。嗯，三六七八，差不多只差一个人了。进快进！哦，三秒绿宝。碰到手掉。三六九，好，都有。哎、欸，正要开始，有人就跳出了。所以作者，你觉得我们要打几千分呢？不好，有中央也是会有密宝箱。OK， 我是没有看到，所以大家可以找。所以作者，我们九打九，你觉得要几千分呢？六千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，这样，二四六八，剩就是那个吧，就那个。哎，二零呢？哎，对，二零呢？二零零，二零零什么时候消失了？我就想说奇怪了，怎么少一个比较短？二零零，他 DC 还在，但是他把麦关起来了。好、oh. 好、oh. ，准备好。哦，我们等二零零两分钟。哦、oh, ，不见了。你刚刚观众有少人拉一拉就多一点了。谁又丢给我这个？好吧。进不去，抢到伺服器的 RC， 密码一样啊，密码有换了。二零零呢？二零不见了。二零零，是里面有人满了，没办法玩的，先离开。二零零。作者开场之后有人进来，他可以选队吗？反正有问题，二零零自己也会想办法。这个不是他第一回。可以啦，二零零哎，不是、啊，因为他有可能网路大爆炸。你看他 DC 都消失了，二零有选队伍啊，二零是红队啦。对啊，嗯。那应该没问题。好吧。这样我们要不要拉拢对方一人？还是我们这样可以？这样可以吧？要加二零。八打十，对不对？二零零，我们相信你会来的。我们相信你会回来。相信你会回来的。来，六千分，辅导祭司模式。Go go。九六祭司是谁呢？祭司会是谁？啊，还有血吗？不会显示吧？不显示吧？我没看到、欸、我可以进入商店。哦哟，不是我，是小狐狸，幸运小狐狸，保护他，保护他。哎，米菲，那个左脚你们要进来存铁，用箱子存也可以啊。商店，商店，商店，你们进来左转。你们在哪里？那个，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可是我们迷路了。这边踩压力板进去，然后左转，会看到一个地上的箱子，这个全部存进去。左转，对对对对对。你们去右边干嘛？我这边也可以。对。这边这边这边，那个绿宝石你们弄哦，我弄中间牛排。你就把安旭福特存进去就好。哎，有。OK 好 ，OK 好。好。
等下绿宝石你们记得放哦，我就往中间走。好，你放。买帮帮买小核心哦，先放。然后好好好，那个小狐狸光就尽量在家。哎、欸，他们已经到中间，他们已经来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是小狐狸已经把那个先拿完了，好厉害，他怎么找得到？我看到对方的光、欸、啊，我摔啊！现在嘞，打他！现在你们去，我看一下核心在哪里。现在双方免洗的护咒，绿宝石有放一点，你们可以大大魔王米菲站出来跟他们打。来了，他在哪里啊？主角来，碰到水会那个凋零吗？碰到水会凋零。你哦啊，对，游泳游泳游泳，可以游，可以游。你踩这个铁踩到60个，然后下来。跟你讲，那个中间岛啊，他买核心，里面有加分祭坛，可是你必须要扣血才可以进去。对，买三个，上面有人，先买三个。上面啊，上面顶中间的顶端有绿宝石可以拿，出来。然后，把小核心放在这个上面。我们家里都还没有小核心哦。来来来，放了。好好好，我摔死。放在上面，黑曜石，放黑曜石。好，这边都是要放的。深红大祭司为了什么付出了？这样，付出了力量。哎，中奖还 OK 吗？有没有？我有教他，我教他了啊。然后就是，哦，卡，怎么那个？有点游戏有点卡。然后我还教你哦，左边这个是就是刚刚你补的，我们绿宝石的来源就要靠这个。右边啊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我们红色这个是我们的加分的东西，也是靠、加分要靠、這個。我后面我这边啊，我核心掉了。我往上，我往上偷东西。我的核心怪拿回来。啊，然后旁边这些你不用管。啊，最重要是这个附魔祭坛，可能巧克力会叫你。家里那个旁边可以放个守护者岛、哦。这用铁哦。嗯，对，用铁。哎、欸，蓝队祭司死亡。我被打，然后再来就是，莫名其妙有1000分了，我们人还是比较少。然后这个是没关，你来看这个箱子里面嘛。哇、哦，小狐狸有魔枪，开始有教你的下面那个核心。哎呦，哎，他们有钻石装的 ，OK， 有干掉。哎，但是要一个绿宝石。哦。但是我们现在绿宝石要先存起来。先存。过来看，教学也可以买一下岛。哎，在哪里？这边。有那个，我想说，他们先不用特别教他们岛，我们就来放。他们可以先附魔跟放。啊，我刚刚是在教附魔。对，因为外面都还很缺。那个没了就去放，这样。守护者岛。对，如果你多看有没了，对，你就可以收集一些铁，或者是帮忙附魔装备。哎，巧克力，你的裤子在这啊。哎，我先放那个守护者岛。好，有那个吗？激活核心，我忘了买。哦，不愧是小狐狸。哎，对，其实我们核心不太需要买。哎，你的祭司，祭司会一直有。祭司会一直核心。对，我们是不是附魔岛还没有？对，附魔岛还没。好。哇，有那个了。我去买。附魔的，战神也买。另一个守护岛哇，只能附，基本上就是附保护，附对装备就是保护，钻石装对。啊，先不要买，我们现在在囤绿宝石，囤完之后可以增加铁的那个生产量。哦，那个祭司模式好像没有增加铁的，因为不太需要、哦哦。对，所以绿宝石一开始就可以用了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来吧。作者一开始也没有提醒我们啊、我凭记忆想到了，代表我都有看作者给的信。邀功邀功。绿宝石在哪里？夜市。啊，这边可以领。哎、你呢？上面小狐狸光，我们这边需要两个核心。小狐狸光，战神跟那个守护者岛，到时候都可以补。告示牌，这个领。领了之后，从箱子里面就是买装备。左左，你可以多帮我买2把那个钻剑。钻剑。对，
还有三颗绿宝石。啊，哦、我是双刀流，你要帮我买两把。哦，你回来了，我听到了二零的声音。耶，哦，二零零，我们想你啊。不用想，不用想。哦，好，那你下一场吧。好，没有、啊，你可以进来，你可以看可以进来，应该没问题。啊，钻戒要附魔吗？要啊。对对对，我会附魔，你赶快给我出来，我在外面，啊、我在等你。直走左转，这里这里，哎、欸，左转左转，哎、欸，嗨嗨嗨嗨嗨，莫西莫西，哦，哎、感谢感谢。哎、欸，有个玻璃小房间在中央，战场中央。玻璃小房间。把重生点设在那里。你说二零的重生点吗？哦，二零重生点。哦。嗯，那个哦，转为冒险。哎、然后二零零那个作者在跟你讲话，嗯、你就好，相信你没问题。可以啊，可以的。可以了，可以。你有要，你也可以买装啊。中间很多人，中间很多人、啊，中间很多人哦，都他们的人。帮忙了。先收集牛排好了。啊、哦！绿宝石要怎么看？有多少个、啊？右边。右边那个告示牌有没有红队绿宝？就是我们。他们有弓哦。哦。你可以买个盾牌。我们基本上出门在外可以走个那个力量岛。啊，中间都被他们占据了。哎，不见了。想放什么？想放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要买什么。他们不晓得放了些什么，那不如全部都买吧。你就可以附魔，然后去，感觉其实可以多打架啦，因为不太需要防守些什么。因为多打架，我们的那个什么，我们祭司的也会变高。哎、欸、啊，有人来挖那个六核心。哇，没关系，我们那个核心其实有祭司在，都还蛮容易补的。嗯，我刚刚想要弄什么？有人进来了，有人进来了。我、哦、买岛，买岛，买岛。有进家里哦，他上去，哇，我、哦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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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那个守护者就是他了。好，挖核心还是不错，可以降低对方祭司的能力。所以米菲，你可以去先干掉对方核心上面的骷髅头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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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嘞？嗯，跟我们一起在中间打拼。战斗，左左，越打才会越强。哎、欸，我没有买剑。爱爬架呀、嗯。哎，我们抢中，抢中，中间其实差不多都我们的。嗯，中间底下有没有？对，底下有那个加分的。要不要看一下那个？有没有看一下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小狐狸可以游泳下去，中间可以下去。哎，虽然会被叼，但是里面有加分可以放。我们都在保护着你，有分数有在加了。哎、我的剑哎被撕走了、哎，你的什么被撕走了？铁剑，铁剑，哎，是不是被封魔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背后突袭，哎呦还可以还可以，哎呦你怎么点？砍他，怎么都点？中间中间厮杀厮杀！哎、欸，米菲，你不要带铁出去送哦。我没有带铁啊。不小心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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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！漂亮漂亮漂亮！不要，水里会掉。祭司有那个封道具的能力。你可能刚刚被封了。圈圈圈圈！打打，想偷袭，揍爆他！右边上面有人哦。嗯，那、啊、随时记得补充一下力量效果。哎、欸，右边过去了，有人从后面到。想走，空中击杀。我手架好了，放那边就到了。你看家里分数岛可不可以放？应该差不多可以了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刚刚中央岛上有一次了。中间祭司不晓得会在上还是下、欸，上面没有。你说左边，他中央有升祭司啊？他们的祭司都躲在那个、哦、他们家的西瓜岛，西瓜西瓜。他们分数落差了，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小狐狸也在。那个是祭司吧？那个是祭司吧？祭司是穿那个黄金装的。哦，他其实会慢慢提升能力，因为他现在有一些钻装了。
好好好，有牛排没了，我去补补牛排。那回收区的装没有人捡，你可以去捡啊。哦，你可以捡啊。然后你那个旁边加分祭坛可以来帮我放一下。喂，他们卡卡的，有人在，有人放倒的时候会那个，在水里面。有人进来了，有人进来了，200打他，200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一个都没掉。小黑，我来那个，你去放一下那个，你身上还有。他们神经病哦！怎么了？因为他们在龙岩旁边有个西瓜刀。